2018年5月15日，天色渐暗，吃过晚饭的人们三三两两从家中走出，享受一天忙碌后的那份安逸和宁静。家住乌达区的王军和妻子李云也在家附近的马路上散步，可两人并不知道，有一双眼睛正在远处偷偷地盯着他们。背后就跟踪了一段时间，他们这个行走路线基本上都在掌握之中。就在王军夫妻俩走到路口，正准备拐弯的时候，突然一辆白色面包车从远处疾驰过来，狠狠地撞向了他们。19:30，乌韩市公安局指挥中心响起电话铃声，这正是刚刚目睹了那起车祸的现场群众拨打的报警电话。在接到报警的第一时间，乌海市公安局的相关领导就带领市区2级公安部门的刑侦技术人员赶到了案发现场。现场位于乌海市温馨路和爱民街的交叉口，民警赶到现场后，发现有2个人倒在了血泊中，而白色面包车停在了距离2个人大概50米的路南，驾车的人不见了踪影。根据对现场的初步研判，民警认为这不是一起简单的交通事故。那么，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背后又隐藏着哪些恩怨情仇呢？聚焦一线，直击现场。傍晚时分，夫妻2人突遭车祸。现场勘查竟发现多处捅刺伤痕，是轻财还是仇杀？面包车从何而来？凶案背后还有哪些隐情？一线正在播出《遗书里的怨恨》，案情重大。乌海警方在案发现场当即成立了专案组，现场勘查和外围走访工作同时展开。经过法医鉴定，被害人王军和妻子李云都已经死亡。白色的面包车在马路当中横的停放，这个面包车的前挡风玻璃碎裂。备料就是破旧的面包车，然后它的前保险杠有明显撞击的痕迹。面包车的旁边还有一个被撞掉的车轮胎。那个撞击的力度也比较大，强度也比较大，就完全被撞毁了那个面包车。车辆的备胎散落在地，车灯脱落，保险杠变形。这一切仿佛都在告诉警方，2名被害人的死很可能是由于白色面包车的猛烈撞击。可是，让负责勘验的民警没想到的是，他们在2名被害人的身上发现了多处锐器捅刺形成的伤痕。据目击证人反映，就是说看见了车用车撞完以后，又有人下来发生这个肢体上的接触和厮打。当时那名男子已经倒地了，然后对这男子先进行刺杀，后来又对那个女的进行刺杀。2人身上都有多处的刀伤。至于这个嫌疑人的目标是精准的，是针对男性死者还是女性死者，这个咱们不好判断。侦查员扩大了搜索的范围，在距离案发现场不远处的草丛里，他们有了重要发现。去现场北侧20米的草丛里，发现了一把尖刀，带血的尖刀。民警发现，这把尖刀与2名被害人身上的伤口完全吻合，由此警方判断，这应该是一起有预谋的案件。整个作案过程极短，嫌疑人在伤人后，为了尽快逃离，就随手扔下了凶器。他逃离现场时候，从这个路边的草丛和树丛中穿行。嫌疑人当时是急于逃离现场。因为啥？这个刀比较长，和他随身携带不太方便。在女性被害人的身旁有一个皮包，民警在包内找到了死者的钱包，里面的财物并没有丢失。显然，犯罪嫌疑人并不是为了谋财。那么，要确定案件的性质，关键的步骤就是查明被害人的身份。民警很快就有了结论。首先就要跟这个被害人的矛盾排查，被害人他生前有矛盾纠纷的人进行排查。 王军夫妇究竟是和谁结了怨，引来了杀身之祸？通过现场走访，民警对嫌疑人的体貌特征有了初步的刻画。就是过往的嫌疑人是有个男的是50多岁，个子不高，说是身高在1.7米左右，体态偏胖，中等吧，中等偏胖。最直接的目的呢，也是看一个模糊的身影，具体的。 面部特征无法辨别。由于当时案发突然，周围的目击群众无法提供嫌疑人的详细体貌特征，民警只能按照现有的线索，在周边的监控视频里寻找嫌疑人的身影。同时，遗落在案发现场的那辆白色面包车成为了警方调查的重点。现场面包车里面遗留下一部手机。从这个嫌疑车辆入手，查找谁拥有这辆车。 面包车从何而来？车主是谁？民警觉得，只要找到车辆的主人，就能够很快锁定嫌疑人。然而，结果却让民警大失所望。车辆虽然有牌照，但是说他当时车辆牌照的所有人是一所驾校。我们找到这个驾校的法人，了解这辆车的具体详细信息时，他无法提供，因为这辆车是一辆报废的面包车。 中途经过好几手，具体的车辆最终的所有，他们也不太清楚。调查面包车主人的这条线索暂时中断。那么，面包车里遗留的那个废旧手机会是嫌疑人的吗？对机主身份的核实，成了警方下一步侦查的重点。在核实手机持有人的同时，为了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到嫌疑人的踪迹。 一支由几十个民警组成的视频追踪小组开始了艰苦的工作。追踪小组调取了案发前后现场周边的监控视频，进行了细致的查看，希望从中能够找到面包车和嫌疑人的蛛丝马迹。另外，对于案件的性质，警方分析仇杀的可能性非常大，因此对被害人的社会关系展开排查也是专案组的工作重点。那么， 专案组民警多方的努力，首先会在哪里取得突破呢？疑犯确定，作案原因却成新的谜题。写满仇恨的遗书能否揭开案件背后的真相？遗书里的怨恨，一线正在播出。根据在草丛中发现作案凶器的位置以及目击者的描述，民警判断。 嫌疑人作案后，应该是沿着路边的草丛徒步向北逃离了现场。就是从报警的时间段，我们开始追踪。在这个视频中，我们发现疑似这个嫌疑人的一个男性，过马路的时候，他的神情比较恍惚，左顾右盼，行走的步态，非常慌乱，而且在。 很警惕身后是否有人追踪。这就是民警在监控视频中确定的那名嫌疑人。此人的体貌特征与目击者描述的情况极为相似。观看监控当中发现这个嫌疑人，他有频繁回头这个动作。咱们分析了一下嫌疑人的心理状态，他肯定是想快速的逃离现场。同时呢，他这个频繁回头，他主要是考虑到看看有没有人在跟踪他。 在过完马路以后，就开始跑的走，往东面走了。嫌疑人在逃离案发现场之后，究竟去了哪里？民警在监控中继续寻找这名男子的行动轨迹。向东行驶到这个柳荫路的时候，穿过一些树丛，再消失在这个西南方向了。这是一个南北大道。 南北大道，然后南北大道呢，再往东是没有出口，没有就是官方大路。再往东的话，就是一片荒滩。咱们从监控上，调阅了这个路口的监控，发现他进入这个荒滩。这是嫌疑人在监控视频中留下的最后身影。他穿过一条街道，然后消失了，而最后消失的这个方向是一片荒凉的滩地。这个荒滩，这个就是没有监控，因为这个荒滩还是一种开放式的荒滩，就是说任何一个点位它都可以出去。如果要说他随机找一个点位他出去的话，咱们是看不见的。针对这个，他进入荒滩以后，他可能逃离的这个方向进行了先分了8个点位。 仔细分析这片荒滩周边的地理环境，民警确定了嫌疑人有可能逃跑的8个方向，并对这些地方进行了详细的排查。与此同时，另一组民警也联系了被害人王军夫妇的亲朋好友。据这些人反映，王军和李云夫妻俩在同一家工厂上班，两人之间很恩爱，不像有什么矛盾，也没听说他们在外边欠了什么外债。 那么，王军夫妇到底跟什么人产生了仇怨？两人的同事提供了一条线索，引起了民警的注意。男性死者当时是车间主任，车间的一个开3轮车的工人，在这个请假的过程中，跟这个车间主任发生过一定的纠纷，两人发生很多不愉快的事儿，就因为工作上的事儿。之后，两人在这个厂子里面上班的时候还打过一架。 民警调查后了解到，这个和王军因工作产生矛盾的人名叫刘刚，此人和王军打架的事情发生在2016年。被害人当时是嫌疑人的领导，嫌疑人有次要外出，向这个被害人请假，被害人当时是，准假的是1天，然后嫌疑人请假1天，到期未归，到期未归以后，被害人给嫌疑人打电话要求他回厂工作。 然后是嫌疑人未办成事为由，延期请假了。刘刚返回工厂后找王军销假，而王军提出刘刚延期请假的请求并未获得批准，因此未按时回厂上班的行为应当按照旷工来处理。两人为此发生了争吵，继而还打了一架。咱们走访调查了解过程中，当时嫌疑人和被害人的关系还是非常亲密的吧，实际上是。 被害人也没有按旷工对这个嫌疑人进行处理。嫌疑人的老婆和女受害人曾经在一起工作过，而且他俩的关系还是比较不错的。这件事情是微不足道一件正常工作产生的一些矛盾吧，不至于让他产生杀人的动机。而据民警调查，在和王军发生冲突后没多久，刘刚就从工厂离职了。 此后的2年时间里，他再也没有联系过王军。由此，民警分析，刘刚应该不太可能就因为这点事儿会选择在2年后对王军夫妇下毒手。那么，嫌疑人究竟是谁？民警将案件侦破的希望寄托在了肇事车辆里遗留的那部手机上。这部手机是，无法接听电话的。但是说这个手机上有一些相关的一些使用过的一些记录，记录的一些关系人的 电话号码和一些名字，咱们通过就是他手机这块的联系人，然后通话记录，大概能判断出，就是基本上能锁定他。民警调查后发现，这部手机的持有人正是和王军有过矛盾的前同事刘刚，这让民警觉得非常疑惑。如果两个人当初在工作上的矛盾是引发这起命案的原因， 那刘刚为什么要在2年之后才对王军进行报复？为什么还会对王军的妻子下手？他们之间到底还有着怎样的隐秘关系？民警对刘刚从工厂离职后的生活状况进行了重点的调查，从而了解到，刘刚离职后一直是独自生活，他的妻子赵丽跟他已经分居了。性格非常孤僻，而且呢，他很少与别人来往。 对于了解他的日常吃穿住行规律的人很少。为了找到更多关于刘刚的线索，民警找到了刘刚居住的房子。在这套房子的卧室里，一个红色的手提袋被摆放在了明显的位置。打开手提袋以后，从里面发现了10份遗书，用信纸写的10份遗书，提前写好的 类似遗言的一些文字，还有留给子女的大量现金，还有2份购买理财产品的2份协议书。这些遗书里没有标注时间，但从内容和笔记来看，民警判断这些遗书应该是分了好几次而写成的。查阅这些遗书，民警发现，其中7份是刘刚写给他女儿的。在遗书里，刘刚对自己的财产如何分配做了交代，也叮嘱女儿照顾好孩子。在另外3封写给妻子赵丽的遗书中，民警发现了一些异常的情况。在1封遗书里提到了他对他媳妇儿的评价，就是比较辛苦、爱面子，但是把他媳妇儿的这个好都说是毁于一个畜生手里了。在这封遗书里，他还提到，就是说他要给他媳妇儿，或者是给他自己，要找回一个公道，还他媳妇儿一个清白的人格。在这些遗书里，刘刚虽然没有具体写明矛盾的原因，但字里行间表达出的恨意却让民警非常警觉。从这个文字资料记录的内容，他就已经悲观厌世，而且他肯定要做一些出格的大事情吧。尤其那封遗书里写的，他死当天就要把他的遗体火化，而且要把骨灰扔在黄河里。通过这个判断，他嫌疑人是否在这个作案以后轻生的可能性比较大。在这些遗书里，刘刚提到的想要去做的大事，会不会就是报复王军？此时的刘刚去了哪里？是否有可能已经自寻短见？此时，在荒滩上实地寻找刘刚行动轨迹的民警又多了一项任务。他们在树林、河边等地展开了更大范围的排摸。接到一个群众的报警，说是在巴音塞河发现一个飘动的可疑物体，疑似是落水的人。我们接到这个报警以后，立马组织警力赶赴现场，把这个漂浮物捞上来以后，就是一个人的上衣。尽管嫌疑人刘刚留有一些类似遗言的文字，但是民警无法对他的真实状况做出判断。民警仔细研判了监控视频中嫌疑人的行为举止，发现嫌疑人在逃离案发现场时虽然有些急促，但是步伐相对稳健，整体感觉也不像是要去自寻短见。因此，警方推测嫌疑人刘刚应该还活着，所以目前最重要的就是找到刘刚的下落。多番谋划难以挽回破裂的家庭，深深忏悔无法改变罪恶的事实。一线正在播出《遗书里的怨恨》。为了彻底查清嫌疑人刘刚的底细，在案发后的第2天，民警找到了刘刚的妻子赵丽。赵丽告诉民警，她当初是偷偷离开刘刚的，之所以这么做，是因为无法忍受刘刚的种种行为。他老婆离家有2年多了，这2年多一直没有联系过，他也不敢把住址，他连他女儿他也不敢告诉，就怕他女儿就是反手把他这个信息然后透露给他丈夫，他丈夫肯定会去找他。当时在这个离开嫌疑人的时候，他就产生那种恐惧心理，担心总有一天会被嫌疑人打死啊，所以他就不辞而别。赵丽告诉民警，刘刚的疑心很重，对他有极强的控制欲，非常介意他跟异性之间的往来。他就是说不能见他妻子跟他们一般的男人有过什么亲密的举动，或打个招呼啦，或开个过激的玩笑啦。这个他和外面男的就是稍微有点联系的时候，这个刘某某就认为他这个有可能出轨，有可能和对方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。说是有时候打他，就是怕那左右邻居听见了。那会儿说是刚有小孩，说还放开录音机打他，说家暴打得相当厉害。而对于刘刚和王军之间的矛盾，在赵丽看来，也不仅仅是因为工作上的那点事儿。赵丽告诉民警，他原本和王军的妻子李云关系非常好，曾经还托李云和王军为丈夫刘刚调换了工作，而这份好意非但没让刘刚心生感激，反而让刘刚有了别的想法。这个刘某是认为他跟这个王某关系比较近，两个人有这个男女关系，感觉是给他戴绿帽子，他就一直嫉妒在心。他并没有是亲眼看见或者抓住过什么就是有用的证据，然后证实就是他妻子和这个王某有不正当男女关系，他证实不了这一点。也就是在调换工作之后，刘刚和赵丽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差，刘刚打赵丽的次数也更加频繁。终于有一天，赵丽实在无法忍受了，就偷偷的离家出走了。他觉得是被害人的出现介入他们婚姻，导致他的妻子后来一些离家出走呀，怎么回事？又加上在这个工作中，认为被害人打击报复欺负他。他妻子当时就给咱们提供线索，说是，说是这个刘某，你们要抓不住的话，他有可能是来找我，有可能要把我杀了。虽然遗书上提到的是对他老婆有愧疚，但是咱们也不能排除他对他老婆要下狠手的这个可能。民警根据距离案发时间最近的遗书内容，以及刘刚家的厨房里有一锅炖好的羊肉分析，案发当天刘刚把羊肉给女儿炖好，又写下了最后一封遗书后离开了家。果然，在刘刚家所住小区的监控中，民警发现了他的身影。傍晚时分，神色凝重的刘刚急匆匆地从家里出来了。案前应该是40分钟左右吧，案前40分钟左右，他从这个小区扔了一袋垃圾，然后手里有一个提到了一个报纸卷的一样东西，特别长，我们包的常住型的物品啊，从这个楼底下出来以后。杀气腾腾的出来，当时看这张图片就是说满脸杀气。种种证据表明，刘刚是杀害王军夫妻的重要嫌疑人。他到底去了哪里？民警在他消失的那个荒滩以及周边水域展开的搜索都没有取得结果。就在搜索民警心急如焚的时候，另外一组负责留在嫌疑人家里蹲守的民警传来了好消息：嫌疑人刘刚回家了。2018年5月18日，民警将返回家中的刘刚抓获，并从他身上搜出了一把管制刀具。这把刀说实在话，那是通通是的，是给我自己准备的。后悔啊，后悔有啥用啊？后悔也不可能说再回到以前了。戴上了手铐，嫌疑人刘刚好像卸下了沉重的精神负担。对于警方的到来，他并不感觉意外，很快就交代了杀害王军夫妻2人的相关事实。我一定就是报复他，并不是说是怎么样，就是特意杀他。我要报复他的心肯定是有，就是任何人说再漂亮，就是再会说，也不可能说是隐瞒这个事实的。刘刚告诉民警。杀死王军的这个念头在2年前就有了。你是不是跟我老婆如何相关？不可能说这些话。你口口声声问我服不服，我就是不服。你太过分了。他说都是他，丈夫就这个刘某自己下怀疑了。其实两个人也没啥，他妻子说是当时主要是为了。给这个刘某找个工作。虽然没有证据，但刘刚仍然坚定地认为自己的妻子赵丽和王军有暧昧关系，自己的工作调动之所以这么顺利，是因为这层关系发挥了作用。他有点做事太过，他过分了。既然是我的顶头上司，你把手伸在你太远，能看到我家庭生活中。刘刚对妻子的猜疑，对王军的不满，直接导致了在工作层面跟王军产生了一系列的矛盾，而这些矛盾在那次请假事件之后达到了爆发的顶点。就因为这件事情争吵了，旷工不行啊，因为我们厂里规定是无故旷工，后3天，也就是顶你3天，我顶3天没有上班，没有工资，反过来他就踢了我一脚。 倒落一锤，给我推倒在地了。这个厂长在，我说厂长，我动手跟他，是我先动的手还是他先动的手？哎，这点是他不对，他先动的手啊。所以说，在这个刘某心中，他就一直就放不下，他就想到我就想，这个男人，他说男人戴着这个绿帽子是 最大的屈辱，但是我得想方设法，我得把这个仇得报了，把他降一级，把我挑出来，各打50大板，意思就是每人都罚款处理，啊，还继续让我回去上班。虽然两人的矛盾在厂里的协调下暂时平息了，但刘刚对王军的恨意并没有消解。 一气之下，刘刚辞去了工厂的工作。回到家后，他把这一切不满的情绪发泄到妻子赵丽的身上。没文化，也是个粗人。你年轻的时候，说实在话，脾气也不好。哎，两个人感情有争争吵吵，过日子有难免有些意见不是一致的 时候争吵，动过手，打过架。让刘刚没想到的是，几天之后，妻子赵丽竟然偷偷离家出走了。他也到处打听，就是他这个妻子在什么地方。他也问过他女儿，我老婆呢，已经不在家了，失踪了。包括所有的银行卡，全部卷走了，失踪了。我报复是肯定，我是找你报复。 我不，就算是我不杀你，我也得报复你。妻子的出走没有让刘刚反省，反而让他觉得，自己之所以会落得一无所有的下场，都是王军造成的。让我回到家里头吧，没有自己，这日子过得实在是太难受，我就没有自己，就是一个人坐在家里头就洗。 就写写自己的当时的一些内心的感受。积怨已久，然后这口气憋在心里面2年多了，一直也没消过。反正那段时间那个内心感受，想回家吧，想回家，可是一进了家门，特别难受。我好好的家，现在成了我孤单一个人。 他就心里面就是一直就放不下，他就是对这个王某我一直怀恨在心。然后辞了工作以后，就是一直在家就想的，就是每天就琢磨这个事，我如何，得把这个王某某铲除掉，就报了这个仇。就在刘刚开始着手实施自己的复仇计划时，他却发现新婚不久的女儿怀孕了。 为了不影响女儿的情绪，刘刚推迟了行动，直到2018年的年初，刘刚再次开始了筹划。他就一直在酝酿，他在酝酿的过程中考虑到，我如果要拿那个刀捅这个王某，我又怕打不过他。再说这路人又多，万一打不过他，这一失手以后再没机会了。他就是后来他就想到，不行就用车撞，先拿车撞。 撞不死的话，我再上去再补刀。不过，据民警的调查，刘刚并没有驾驶执照，那么他的车是从哪里来的？难道还有另外一名同伙在帮他开车？我嫌疑人没有驾驶执照，他又不会开车，也没人，包括他的直系亲属和他的一些相关的朋友邻居都没有人见过他开车。 在那辆肇事的白色面包车里，民警找到了一份车辆交易合同。根据上面的地址，民警找到了卖车的维修厂。据维修厂老板辨认，当时正是刘刚来店里买的车。后来他就在案发之前，然后就是打听到了这么个卖车的地方。嫌疑人当时在购买该车辆的时候，明确表态要找一辆交警查不见的车，价格要便宜，让警察找不见的车，警察查不清楚来龙去脉的车。为了牟利，维修厂的老板没有过多询问，便将这辆从驾校报废的面包车转卖给了刘刚。由于刘刚之前并不会驾驶汽车，为了确保行动的万无一失，刘刚还曾经偷偷地练习过开车。购买这个面包车之后，在这个无人的荒地里练习了3到4天。第一次开面包车，我肯定是有时候是开的不是那么很好。我在公路上，我就是说，哎，想开的练一练，啊，开的也算能上了手了。然后就把这个车停在他们家小区东门附近，然后就是伺机的就是作案，就是寻找合适的机会。刘刚发现，王军夫妻俩每天晚饭后都会沿着固定的路线散步。2018年5月15日傍晚，刘刚带着准备好的作案工具，开车来到王军居住的小区门口。他坐在车里抽了根烟，看到王军夫妻照常散步出来。刘刚远远地开车尾随，当看到两人要从路口拐弯时，刘刚驾驶面包车径直撞了过去。我撞他一个人，我没撞他老婆。撞了之后，我停下车，我就下来车，我就拿刀就捅他一下。他下车就是看看这个王某，就是还有没有生还的可能。这时就是王某的妻子看这个场景以后，就上去这个厮打这个嫌疑人刘某某，刘某某就是当时也失去理智。捅一下以后，正好他老婆过来厮打我，啊，我看他这个冲我脑袋面部厮打过来的时候，我双手挡了，左手挡了，右手拿刀的就捅他一下。看到两人倒在了血泊中，刘刚也害怕了，他顾不上拿面包车里的手机，扭头就逃跑了。在逃跑的过程中，他扔掉了作案凶器。顺着树边又朝南走了，就是朝这个五零市场，就是铁桥那个方向走了。整个就是大脑一片空白了，我说我走就行了，什么情况？刘刚说，案发后他也想过去自杀，可一想到女儿，又改变了主意。总归还是一句话，放不下我自己的家一样，非常想念我女儿和我外孙，我想回趟家，洗涮洗涮，去见见我女儿。刘刚没有见到女儿，等待他的是法律的严惩。再要有让我选择的话，我绝对不会走这步路。能过不成，咋不过了？绝对不可能是再走这步路的，是绝对不可能的。采访中，刘刚一直在强调，他很重视自己的家庭，很爱孩子，也很想挽回妻子。然而，刘刚并不明白夫妻间该有的信任，他没有给过妻子。在婚姻中遇到了问题，他不但没有好好沟通，反而使用暴力，他亲手毁掉了自己的家庭。之后，刘刚又不思悔改，恶意报复，毁掉了另外一个家庭。刘刚的错误行为给他和被害人的家庭造成了无边的伤痛，也把自己推入了罪恶的深渊。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法治资讯，可以在微博或是微信中搜索“一线”，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。这里是一线，我是陆晨，明天同一时间再见。